小桶，小桶，那个我们的客人都来了吗？差不多了，都齐了吗？差不多了。你要说是王子，是王子，都齐了，王子殿下。好，小朋友们，集合比赛，谁第一名？谁第一名？连一排一排一排过来，这里。那小朋友们全部要在这里一排坐下来，给你们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你来坐，二，对。没有时间了，一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啊，非常好，鼓掌鼓掌。那那一巴的全部也要坐下来。那八个，那八个，那一巴，你们是那一巴吗？那一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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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，那一巴。他们的这些，他们一定要拿着吗？这个可以给我吗？放手，放手就行。放手，哇。去挡着你镜头了吗？对，好心机 boy。然后这个也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还有没有人挡着我的镜头？各位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 party， 鼓掌！为什么突然间拍照？为什么突然间拍照？王子在讲话。好，注意到我。OK， 黑不溜秋就上去了。首先有几个规则，王子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们不讲讲话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要小朋友们一个一个来自我介绍，谁要第一个介绍？我。谁？那 Nicholas， 请你到舞台上来自我介绍。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我叫姚凯，说我今年五岁，我是从意大利来的。哦，可是你今天这个不像意大利的衣服哦。今天你扮演的是谁？拿破仑的。要不要介绍你带你邀请来过来的朋友？莫妮卡是吗？莫妮卡要不要？要不要出来？好，哇，他好美呀、啊！他所有的动作都贼。看看看看起泡，你看。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, I could be chasing,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. They got nothing on you, baby. Yeah. 鼓掌鼓掌，大家鼓掌鼓掌，鼓掌对，鼓掌。婆婆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呢？婆婆，婆婆你怎么了？婆婆，婆婆怎么了？婆婆你失望了是吗？可是你看你的女朋友也很美啊，你看她，很美，你看她，她很美啊。婆婆还有很嫌弃的样子。我叫潘越南。那你觉得 Nicholas 帅吗？帅。多么帅？我觉得他可以当全国最帅的小朋友。哇、哦、那 Nicholas 呢？你觉得 Monica 朋友漂亮吗？漂亮。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对。好。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我就感觉我们以后应该可以当朋友，在一起。在一起。第二个是谁？谁要介绍？婆婆已经站起来了。婆婆，请你上台，戴上他的军帽。哇、wow, ，OK。戴反了。哦，我们要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快。婆婆等不及了，快。好，自我介绍。好，来，站起来，婆婆。婆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王子。准备好了，王子。好，我的王子。好，我的王子。好，非常乖。我叫噗噗。那你今天穿的衣服是哪一个国家的？我是俄罗斯的。你朋友来了吗？我的朋友来了，有蕾拉。蕾拉，上，你去找噗噗好不好？去找噗噗，来，走。蕾拉也超美。蕾拉是冰雪女王是吗？对。我想有个提议，因为他们俩不太熟，我想他们俩拥抱一下。噗噗，贴面礼给妹妹。就是，我在边上。
下一队，下一队，下一队。Okay, 下一个是谁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两个男生先来，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六岁。OK。我来自杭州。叫什么名字？大名叫杜浩来，小名叫杜。接下来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？我叫于希言，我叫于希言，我五周岁，我来自杭州。这是我的一对折翼天使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大家好，我是青藤来的。啊哈、啊，你叫什么？我是天使。哦，他是天使。这个是来自长沙的。哦，哎呦，来自长沙，好好好好好，没事。你说，我也是跟他一块儿来的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家这个有点怯场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他们是刚从天堂、啊、对对，还有点来的，还有点时差。对对，时差。咦，好，没关系啊，鼓掌。哇哇，下，等他先下，然后你再下。哇哇，还有没有？哇。